程潜，1963年出生于北京，1988年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电视专业主持人大赛，获得全国十佳电视主持人称号，曾担任正大综艺《欢乐总动员》主持人，是中国内地第一代娱乐节目主持人。早年他和倪萍一起搭档主持过1994年的春晚，那时候的他阳光英俊，是很多女生心中的男神。当然，程潜在没有主持之前，投身于娱乐圈中拍电视剧。自从获得了全国十佳电视主持人之后，在程潜的身上找不到多少岁月的痕迹，他的事业有波折起伏。当然，程潜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和董卿一段6年恋情。2002年，董卿在北京时就和程潜同居了。然而，董卿很看重的感情只坚持了6年，在2007年的时候，两人分手了。然而，让人惊讶的是，程潜还有2段婚姻，而且有一段是在和董卿相恋前后，第一任妻子是重庆姑娘王悦，而两人的婚姻只维持了3年就结束了。程潜的现任妻子朱瑞是个圈外人，非常阳光可爱、很纯的女孩。婚后两人育有一子，而且他们的儿子很乖巧可爱。目前小家伙已经5、6岁了，老来得子的程潜对他保护得很好。如今的程潜偶尔出来拍拍戏，大多数也都是配角，有时候也会参加综艺节目，当然更多的是享受和家人的天伦之乐。